6114对话，芳芳，云云，你知道英国的南丁格尔吗？云云，我知道，南丁格尔很有名，谁都知道他。芳芳，我知道他青少年时代就很爱学习，小时候还经常跟着大人去医院看望病人呢。云云，长大后他去了德国和法国学习护理，毕业后他就在英国办了一家护士医院。芳芳，在一次战争中，他还带很多护士去前线救护伤员，真勇敢啊。云云，是啊，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，累病了也不肯休息一下。芳芳，而且他还用自己的钱给病人买衣服、药物和食品，所以战士们都非常尊敬他，喜欢他，把他叫做白衣天使。云云，真了不起啊。